大家好，我是严安，我是师大创新学院二四级影视传媒硕士，施纳卡林威洛大学又称莫斯窝，这儿就是我们先进宽敞的学校，这里位于曼谷市中心，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商业地区。关于设施设备，师大拥有一座设备齐全的大型图书馆，收藏了丰富的书籍和学习资源。我们的教室也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，使教学过程更加的舒适和顺畅。学校里有便利店和商店，并且有很多的餐馆和咖啡厅，在这里你总能找到好吃的东西。学院里一周内有3天左右还会有市集和夜市。师大里除了便利店还有停车场，并且设有诊所和医院。施纳卡林威洛大学也称莫斯窝，现在我们来到了先进又宽敞的校园，这里位于曼谷的中心，是泰国最重要的商业地区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你想就读于一所交通便利、设施齐全、现代化的大学，那么莫斯窝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拜拜。